台湾造游戏和和背包打爆僵尸，这个推出是9月24号，是礼拜五的时候了。喂，又是大家最喜欢的背包色色，色几的色，好不好？不是色色的色，这样子就失去了一些玩的欲望了。啊，好慢哦，怎么又是这样的、啊、有没有声音啊？来点声音啊。哇，要求吧呢，你这个还当作新游戏哦？我靠，人家有几款一开始就是直接给 1.5 倍速甚至是2倍速，你这个打一波打很久耶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 DPS 啊，算了，离开。那么强哦！合成，真塞了、啊。第三波，你们看啦、啊，我方的角色做得好敷衍哦。这游戏会有人花钱吗？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这个品质，这个角色做成这样子，真的值得花钱吗 ？No， 干个广告玩一玩就行了，然后没事就把它卸载了，好不好？这种类型的游戏好像也没有说它突然爆红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它可能有一两款比较红的啦，但很可惜，这款游戏终究红不起来，因为本质上它玩起来就是比较幼稚一些嘛。你看啊，我玩了这种背包游戏好了。你不觉得他们那些角色都做得很像那种小学生在玩的吗？救救救！玩法是还可以啦，但是我是觉得你这个根本上啊，你把它做得那么可爱，我不知道这种做那么可爱的，它是不太可能会红很久的啊。它每一款大部分就是换皮换皮再换皮的，这个也不用花心思体验啊，因为你看它最根本原因就是我戴个蓝色头盔，拿一把枪，没有配音，我这边有加速诶，看好功能未开放啊，按照广告的啦，我重新进来了，嘿嘿，这样子战斗就直接结束了，开服福利送什么啊？金币，干嘛送垃圾诶？开服送10钻。干，开服你送10钻欸，超值月卡5美金，荣耀月卡，哎呀，双卡也是500块啊，还团购更划算了，怎么最近又跑出这个啊？团购更划算，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士兵就长这样，有没有其他的外观啊？商店，召唤商店，哦，10钻可以一抽，钻石不足。我刚连顶都懒得顶了，不好意思啦。啊，原来实战有一抽、啊，可以抽普通跑枪啊！干，还全出垃圾欸！月卡给什么？战斗加速3倍哦，所以你要玩的话，就要氪月卡，它就有3倍速给你了。嗯，我这本质上还是太幼稚了。这还有终身卡破冰角色，还是不要买吧。像这种背包游戏啊，你现在不买，你现在不玩，你后面还有的、啊。色，开始色，这个是试用是不是？哦，试用 1.5 倍速诶。哦，有速度了、哦。啊，总然后是 1.5 倍速，然后敌人变成10波，真的假的、啊？3倍速可能会比较快一些的啦，啊、
好啦，是一款大作无疑。那这篇到这里了，大家拜。